一年一度的澳门美食节回来了，今年以北海道村做主题，全场加埋有160个摊位咁多个，即刻嚟快闪食够本啦！你看看飯盒有多大粒，北海道村入面最推介就是呢条雪肠蟹棒，大大条，加埋明太子酱仲好食啊！呢、这個可口可樂攤位有好多唔同嘅特飲，就好似呢杯海鹽有滋可樂咁啦，鹹鹹地又有清新嘅柚子味，幾特別㗎！